好了，不要啰嗦了，我 喝看你们豆浆红茶怎么样？甜度冰块。你们有多甜？像我一样甜的也有，那所以我这个是很甜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买饮料，不是来被你撩的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撩你啊！你撩什么？你怎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甜？你哪里甜啊？不要吵架。先把这个拿起来，要冲水，哦，要干净。如果上一杯有做别的饮料，就有味道的残余。然后呢，再挖冰块。涛哥啊，这不是果汁机杯，我们要拿果汁机杯。好，不准拿手。拿掉，你真是太烂了，太不专业了。你看他掉没？好，差不多冰块加一半，加一半，对，然后再来加糖水。刚刚是按四啊，我们就按四就好。哦，很多哎、欸。然后呢，放到这里完以后呢，还拿热茶，150的清茶哈、哦，我们把它倒进去，我们再加上这个红葡萄汁，大到120哈。我都知道，我刚好在看。你知道吗？骗人，你干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倒进去完以后，再加一些冰块，放到这边。这要讲究速度，你哪有做一杯那么久的？我今天上班，人家都等多久了呀？人家快渴死了，还等你做那么久？那做100杯外送的，不就要等到明天、后天？来，拿把杯子擦一擦。龟哥，对，喝一下看看我做的如何？龟哥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只要照着你做，就不会错。来，换你做，换你做，来，快！他的最简单的、啊，我跟你讲，那个无脑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无脑原汁的，这无脑的员工做这种果汁刚刚好。照他正确的 SOP。哎、欸，小慧，我要拿一个杯子啊。那不叫杯子。对，好。嗯。你要量杯哦。要150哦。好。那都倒都快变250了嘛你。刚才不是说150好吗？也在奔放自我了。对，人家要跟冰块打在一起啊，你这样子就不能喝啦。哎，我不能跟冰块打在一起，因为怎么样？我喜欢榛果肉和你在一起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你要卖给客人，不是卖给你喝、啊。我知道。冰块要跟糖水打在一起，对，它、叫融合，融合起来。那就不行了嘛，那烂透了。救回来，不用担心，我自己有自己的办法。哎呀，我看你很难了。我已经在用了，你才难，你去外面发传单啦。啊！哎，你是不是喝你的茶的客人在睡啊？好。你快疯了。自动。我们看的也快疯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看的快疯了。哎，我们看的也快疯了。好，来来来。小哥检验一下，因为我刚刚没有把糖融合，我你自己摇，哎、欸，他还记得，对，你要摇，不是很专业，像这么多平常冷静，好不好？像我这样才是有个正大正经，因为我们大通常都很冷静，不会知道。看味道怎么样？好，是很好喝。你不要讲那么多，我觉得葡萄又有点太多了，还是就不回来，去站柜台啦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这边有什么好喝的？介绍一下。全部都很好喝哦，你喜欢什么，通通都有。都在这里，我老花看不到，我需要你介绍。我觉得你适合珍珠奶茶、冬瓜铁观音、豆浆红茶、奶茶冻姜汁、桂圆冬瓜、雷梦八元茶。啊，你不要讲那么多，我问你哈、我想要喝个豆浆红茶，你们是用什么豆浆做的？现磨的，现磨从豆腐现磨出来的。是吗？昨天的豆腐放在里面都现磨的。昨天豆腐放在现在还能吃吗？重点不在那里，豆浆不是豆腐做的辣。好了，不要啰嗦了，我喝看你们豆浆红茶怎么样？甜度冰块。你们有多甜？像我一样甜的也有，那所以我这个是很甜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买饮料、不是来被你撩的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撩你啊！你撩什么？你怎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甜？你哪里甜啊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你还没买单呢、多少钱？多少钱？40块。不好意思，你看我这样子，你知道我是谁了？我出来喝茶还要付钱？还吃霸王餐呢？我有朋友啦。有朋友好喝啊，40块拿去，来来，40块给你啊，40块，感谢惠顾哦。这个是非常健康，这个豆浆可以让你充满蛋白质，你的状况就是要充满蛋白质，你懂吗？你的身材要有蛋白才能够练成肌肉。我的饮料买好，要赶快离开这家店。这个店的店员是疯。哎，怎么还